辛苦，但是你们都坚持到最后一分钟，恭喜，太棒了。心花买你心花买我对你最关怀，你在心里我的心歌声乱了爱的风采，带着感慨甲伊行，人讲无行袂出名，再出发再出发吧，你是兄弟的英名。最主要的意义，咱就是千军万马过五关啦吼！啊，不但是要让身体用，过来为公益而行。一方面要让咱大家来路跑者所有的选手咧，啊，走出这个健康，让咱的社会国家愈健康。过来就是用这个代志要来做公益，啊，用咱民主党的精神，来用五常德的精神。啊、来做这个公益，不但身体用，个社会会当享有健康。啊，大家一寡只较艰苦的，哦，拢会当受到这个公益来个帮忙。啊，非常感谢各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山吼，平常时在咧办品德教育，啊，搁这几年疫情，因为这几年疫情四年外疫情，所以阮拢无办。但是阮这四年。阮拢咧送偏乡的物资，啊，最主要因为即摆偏乡物资，因为即几年景气无好，所以阮咧送借着偏乡物资的时阵吼，阮咧发扬阮温州的忠孝节义，阮咧教育伊，阮咧参足侪间学校的校长配合，阮要来推行五常德，吼、哦，咱要为学生伊来道德教育甲教好，吼、哦，啊教好，咱后摆家庭再好，啊家庭好，社会就好，社会就好，国家就好，啊，阮前面再搁发扬着阮的大义精神。阮甲这路跑的公益，甲这金额一寡来捐予咱许脊椎受伤的许同胞，因实在吼足辛苦的，所以吼咱大家咱跩跑者，咱甲咱跩跑者说说，因吼因安尼来付出来运动，来付出健康，使到咱跩脊椎受伤的朋友一个温暖吼，谢谢谢谢。开心啊！今天我们受到主办单位的邀请，来当那个青山大使。我是陈子强，还有雨婷，还有我们延长线，还有我们巴拉哥，还有我们那个周慧山。那最主要呢，现在的运动量，现代人的社会运动量已经很少了。对。所以我们跟公益跟健康做结合在一起，希望我们有好的身体，而且我们提倡不与人相比，我们只求超越自己。所以我们要做公益，好运气。谢谢。青山大使团们一起合照，恭喜你们！这是我第三次参加，觉得参加这整个活动还蛮就是蛮好的，就是觉得整个活动好的路，不管路线呐、啊，整个补给都还不错。到舞台前，桂五关张玉娇呢，冲一直冲。好，那杨世忠会长，哎，好，杨汝坚会长，主得好。好的，刚刚呢，我们挑战组的第四名呢，刚好不计划，你看连外国的选手都来这边参赛啊。好，请我们九凤分会的副导办了第八届的哈、哦。是的。我一路办下。好，接下来是第二名。弱小的，咱们体力惊人呐、啊，真的厉害。恭喜了！
OK， 外国人也来跑。秘书哈，我们的黄秘书来为我们颁奖。好，选手们可以到我们展览逛逛。OK， 好，谢谢各位。好，恭喜恭喜，这是我们斑马组的林子祖，恭喜。